形容传统男装定制的名词是 bespoke， 女装手工定制的统称为 haute couture， 而街头领域一直缺乏一个专有的名词来概述。现在嘻哈首饰已经有了定制的趋势，而我对 Glacier Boy 的期望是它能成为国内第一个能做全方位 one of one 定制的品牌，所以我们开设了一个全新的支线，叫做 EGLB Exclusive Glacier Boy， 专门用来做那些重度手工偏向于传统定制思路的成衣配饰以及定制。我觉得定制衣服原因就是不想跟别人穿一样的，然后我现在其实不想做衣服，因为我觉得上衣其实好看的也太多了。我想做一条裤子，一个是裤子很难买到，还有一个是裤子现在没有人做出特别屌的东西。然后我现在的一个想法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就是我想做一条滑雪裤，类似滑雪裤一样的。因为在我的审美里面，我觉得下半身很肥很大，上半身很紧，就像一个动漫人物一样，是帅的。然后我是希望能把我这个眼睛的这个元素能够加到这个衣服里面去。对，然后但加哪个地方我现在在考虑，我觉得加背上可能会合适一点，因为背上的面积比较大嘛，前面的话这地方可能会比较小一点。材质方面的问题吧，就是如果只用一层布的话可能会显得就是比较单薄，穿出来会在那个镜头面前会显得可能没有那么有，显得就是这个料会就太素了。所以我觉得就外面加一点什么蕾丝啊，就是那种整个给它包裹完，然后一下你穿出来就会觉得我靠，这个东西就确实有质感，就不只是一层在里面，可能它是两层三层那种。对，然后我估计这个做出来就会比较顶。今天来到了 Glacier Boy 总部来取走我的 One of One 定制的西装，然后这个是西装的一个上衣，我看到了实物我也特别的满意。然后上面当然有很多的很小的细节，比如说像这个胸口下面这个像弹孔一样的这种珠宝设计在这里，因为之前也没有看到过别人会用这种想法会去把像刺绣的这种珠宝做在衣服上面。然后这个也是 Glacier Boy 他们做衣服工艺的这些长处，也是他们的特点，我觉得也很好跟我的想法结合在一块。另外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像这个衣服的袖扣和衣服上主要的这三个扣子，他们都用了这种筹码的设计，这个也是当时我提出的这种想法。然后这上面有很多细小的设计，像它这外面一圈都是珠宝啊钻石这种，然后它里面上面是刻了 Glacier Boy 的 logo， 还有我的名字在这个上面。然后为什么我当时想说做一件这种套装出来，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就是要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去呈现给大家，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觉得身份的象征，要有这个东西在，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一种概念。这款是Glacier Boy 帮 Tommy Boy Don't Kill 定做的一款马甲，从直观的感觉上就像是刚刚像打完仗刚刚屠杀完一样，然后你的下面的这些破坏的，然后就像是血在往外面溢出来一样。 Glacier Boy 他们在衣服的就是这周围做了很多手工镶嵌的珍珠，然后上面写的字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CS， 然后 NV， 意思是代表着我的新的一张专辑叫做 Casanova， 然后我就也把它就是放在上面了。这个衣服对于我来说，我是会把它穿去就是像演出啊啥的。
当时 MV 就是要整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场景，然后细节就是这些白色的和这些绿色的，整体来说就是感觉是星光在闪，比一般的西装我感觉稍微要长一点，然后中间它这个是用的那种镶钻工艺吗，然后把我的这个标识做了出来 WB， 灵感是来自这个华纳兄弟，但是也是 War Baby， 很有特点的一个西装 personalized， 有我个人风格的，也有 Glacier DC Henry 心血这个灌注的一个西装。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lacier Boy 给我做的定制 jackets， 然后上面有一些我自己的特点色，这个就是你们可以看，也可以在我之前的专辑封面可以看到，然后我自己做的那个吊坠上可以看到我的一个 logo Ace Low Ace Aaron No， 然后我当时要的就是一个全皮的真皮的 jacket， 然后这个我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是他们那边做功课，因为知道我是土家族嘛，我是少数民族，然后他们加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些装饰的一个，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帅也很合身。 DJ Ghetto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是当下热门的新生代团体，像他们的反叛、创新、特立独行这些品质是跟我们品牌高度契合，私下也经常会聊一聊，比如说怎么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联合企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次整个设计方向是源自于街头，但是呢我们又尝试去打破街头的刻板印象，想往更高的维度更高的方向去探索。现在的 Young Rich 其实需要一些新的体验感，比如说兼具潮流感同时又有精神内核，但是呢，有极具个人特色的东西。现在国内的服装产业链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但是相对而言，在创意设计这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滞后的。浮躁的心态也导致很多品牌不愿意去做耗费大量的脑力、手工，然后最后又不能量产的产品。当下的潮流很多时候都充当了资本收割的工具。Hip-hop 教会我应该学会适当的自我，坚信成功的方式不止一种，然后做自己认为对的选择。所以GLB选择了一条比较困难的赛道，从最不讨巧的方向出发，让我在享受整个过程的同时，也给大家多一点表达自我的选择吧。